生活颠沛流离，活着一家人在等着弥撒过，照顾好生我的，抚养大我生的，是我今生最大的职责。不说了，我要去搬砖了，习惯了风餐露宿的我，上有父母的药品，下有孩子的奶瓶，你叫我如何能写着。我在凌晨两点骑着单车迎风狂飙，多想停下脚步，抱着伤口歇一歇脚，父母已老，孩子还小，只能继续奔跑。我得在倒下之前为家人创造更好。创造更好。